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功德回向给他。即乃菩萨的修行。这个都没有破我执，真的很难做到啊。就是我这个破了我执，你那个情执就断了啊。没有了情执的时候，你才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无明烦恼，没有众生。那个时候你不会受情执的影响，那么只有因果，是吧？你看到的就是缘起法啊。缘起法的话，那贪欲，他的贪欲也是缘起法。他现在来夺取你的财富呢，也是缘起法。那你把身体、财物布施给他们呢，那是回向啊，都是缘起性空之法。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做的比较心里没有挂碍，因为你没有我嘛。那我们现在有我的时候，你布施的时候，你还是心里是有这是有情执的，是吧？你心里有障碍的。但你真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了，是吧？没有这个众生了，你这个心里面的那种嗔恨心没有了啊，没有障碍了。那个时候是吧，他贪求他来伤害你啊，他就夺取你的财富，你布施给他的时候呢，没有情执在里面。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做得很顺畅啊，很顺。同样是布施，这有我这个有情执和没有情执是不一样的。你那个内心的那个觉受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三轮体空嘛，是吧？无我相啊，无他相，然后也没有布施相。但你三轮体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好，非常棒的啊，非常棒。啊，你可以观修一下，感觉一下。你打坐的时候，你先观无我，然后也观无他啊，然后你也观这个所布施的这个财物啊，也是缘起法。哎，你这样哎，你布施出去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啊，拿得很潇洒啊啊，心里不留一点障碍，没有一点的这个啊这个执着，三轮体空啊，这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的一种布施方法。一般人都认为拥有财富资产是值得向往的，但执着于财富和资产却是修行的障碍。因此某个人剥夺你的金钱和财富，事实上是让你脱离这些事物制造的枷锁，让你免于堕入下三恶道。除了心外感激之外，你应该没有其他的感受。如果你一无所有，那就你就自由自在，没有敌人和窃贼会烦扰你。如俗话所说，如果你没有财富，窃贼不会闯入；如果你没有携带包裹呢，抢犯不会埋伏。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如果失去一切，那只是过去剥夺他人财物的业果啊！你看，这是缘起法啊，因果。因此除了气恼自己，你没有理由对任何人感到生气。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你用财富、名声和地位招致敌人吗？如果没有标靶剑，就无处可施。由于过去生世所造的恶业，让你自己成为痛苦之剑的标靶，这是肯定的。这一点我们要深信不疑啊！就是我们在遭受这种啊，这个掠夺啊，还有损失的时候呢，肯定是我们过去的恶业造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所以说，我们呢对待众生呢、啊，众生的贪欲啊，没有什么。虽然我们曾经对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也对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当然了，他可能也曾经帮过我们很多很多，就像朋友嘛啊。你看这个朋友啊，就你也帮了他很多，他也帮了你很多。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他要把他所帮对你的帮助全部索要回去，对吧？我们就都还给他，他愿意要就给他。那我们给对他的帮助呢，我们不求回报，
啊，是吧？我们本来就是不求回报的，是吧？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过要他的回报，啊，那他对我们的帮助呢，其实不是我们求来我们要的回报，这是他自己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布施，或者是他自己的修行啊。但是有突然有一天他一定要要回去，那就都给他了，都还给他，是吧？我们毫不吝惜的还给他，只要有啊，有就还给他，那没有就慢慢攒，攒到了再还给他，那我们肯定都还了。我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啊，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才是一个修行人，是吧？否则的话，那就不是菩萨了，是不是？那你就会想啊，我对你这么多帮助，你怎么不想想，是吧？你只想着你对我付出了，是吧？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是吧？你就会想到我也付出，给你付出了，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还给他？夫妻之间呢，是吧？朋友之间，就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或者朋友在一起就要做生意啊，分配不均啊，就会啊，而且我付出的多啊，你付出的少啊，是吧？我得到的应该多一点啊，你怎么跟我平分呢？啊，就为了这样的利益，就会发生矛盾啊。所以说呢，这个呢，一个菩萨呢，就是啊，这样的事情都会经常发生。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对别人的付出呢，我们应该是啊不求回报的啊。他对我们的付出，他要求回报，我们就都毫不吝啬的还给他啊。不要啊，他要都还给他。啊，凡事都是有因果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把自己做好。要完全相信因果啊，因为我们帮助众生本来就是为了他成佛，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们为众生的付出啊，不需要他回报什么，就是为了他能够成佛啊，他能解脱，我们就是这么想，我们不需要他做什么回报。伟大的菩萨永远不会对任何伤害他的人呢生起嗔恨的念头，这个很不容易哈，伤害他的人呢，那我们要感恩他。相反呢，那个人的福祉是他主要的关注，伤害他的人呢，他还关心他的福祉，关心他的未来，关心他是不是有所改善啊？在佛陀身为菩萨的每一个过去生世之中，他遇见同一个人的转世，那个人不断的为佛陀指导困难。相反的，佛陀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那个人，在他身为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生世，成为一个完整的证悟的佛时，那个人投身成为他的堂弟提婆达多。这个提婆达多啊，就是每一世都跟着他啊，给他指导困难。即使提婆达多的试图伤害佛陀，那甚至有好几次要杀害佛陀，但佛陀一再地说，他没有把提婆达多视为敌人，反而把他视为跟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当时那个提婆达多是很痛苦来找佛陀，佛陀就说呀，他说如果呢我把你当的对待这个像罗侯罗一样的话呢，那你就身体就不痛苦了，那么当时那个提婆达多就好了啊，所以说就这证明了佛陀呢对提婆达多和对待罗侯罗是一样的，这罗侯罗是佛子嘛，是吧？这佛陀就是真的达到了这个境界啊，教导他如何行持，成为啊，如同一个菩萨。把提婆达多，你看视为未来的佛，佛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就给这个提婆达多做了这个什么呀？授记是吧？授记提婆达多未来什么什么时候成佛？他这个不是当着佛了，他都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佛。
并且给他受祭了啊，受祭提婆达多什么时候成佛？这个只有在《妙法莲华经》里有讲到了啊。那前面在那个阿含的时候就不能讲这个话了，讲这个话呢不清啊，是吧？所以说那个佛讲的这个，在后面讲的经典跟前面讲的不一样，那啊境界不一样。因为小学生跟是吧，跟博士生讲课呢，这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提婆达多也是很了不起啊。开始提婆达多确实是经常伤害他，老是给他作对。后来就被佛给度化了，度化了以后呢，他就跟佛说啊，他说那这样吧，我每一次都示现啊，来给你制造困难，帮你快点成佛。是这样子的啊，开始他确实是真的在伤害他，后来他是转了，后来他被佛陀摄受了以后啊，就成为佛陀的弟子了。但是他就这样想了，他是为了让佛快点成佛呢，他就是每一世都发愿，就是来给佛陀做这个反面的这个啊教材，就是给佛陀制造困难啊，让佛快点成就，那发这样的愿啊，这是他自己发的愿，这也是菩提心呐。他发这样的菩提心啊，天天害佛的啊，只给佛制造困难，发这也是发菩提心。为什么呢？可以让佛，他也是为了让众生成佛嘛，是吧？在他的眼里，释迦牟尼佛也是他心目中的一个众生，他要让佛快点成佛，是吧？所以他就发这样的愿，天天给他制造困难。所以说呢。啊，这个佛在最后就赞叹他了哈，提婆达多其实也不是什么凡夫啦啊，但是人家早就甚至发愿了，人家早就是菩萨了，发愿了，帮我成佛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有人伤害我们的人呢，未来啊，他就可能啊，总有一天会被你转化，转化以后他就发这样的愿啊。继续伤害你、那前面是业力，现在变成愿力了，为了让你快点成就啊，没有这个是吧，逆境怎么能快点成就呢？有一次在一个前世也是前世，佛陀投生为一条蛇，后来在路边休息被一群孩子用石头砸死了，虽然当时他只要注视那群孩子就可以杀死他们，你看他很厉害啊，他修行很啊，这个是真实啊。我们就是在网上前几年报道有一条大蛇，就是有一个人呢用那个挖掘机挖土的，他在前一天那个蛇就托梦给他说你别挖了哈、啊，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是我藏身的地方。后来他就没注意，第二天忘记了，他用那个挖土机去挖。那个蛇被他挖死了，就网上有报道，网上那个报都拍出来哈、啊，那个蛇被他挖成两截，然后那个蛇就喷出那个毒气来，他还是在那个轿车里面，就后来就被送到医院，还没到医院那个人就死掉了，那个挖那个蛇的人，不知道没喷到他哈、啊，就是。可能就是看他一眼，就是像他注视他那个嗔恨心呢、啊，强大的嗔恨心，一下子把他的心脏都让他心脏停止跳动。可以，人的嗔心可以有这么大哈，人的心是可以杀人的，你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心力强的人可以杀死人，他那个定力深厚的人，他用嗔心就可以把你杀死。所以说不要去伤害众生。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啊，你其实也是因为你让他生气了嘛，是吧？你肯定也伤害他了，他那个嗔心一起，他就你就受不了了，就让你去死啊，嗔恨心是可以杀人的。当然要看你了，如果你有很强大的慈悲心，你可以把他的嗔恨心化解掉。就像那个电视的那个练功一样的哈，蛤蟆功跟那个什么这个降龙十八掌一对，是吧？可以化解它，这边放电那边也放电、但是你这个慈悲的那个力量、就是可以化解它，但是你要是你的慈悲心不够，其实你还是被你自己的嗔恨心伤死，他那个嗔恨心过来了以后就把你那个嗔恨心那个种子给翻出来，让你自己把自己杀了。
从因果上讲还是自己把自己丧失的。如果你有慈悲心他就伤不到你。你看佛不是这样实现，那快成佛的时候是吧，这个无数的这个剑呢，无数的伤害都激起头上，但是呢佛陀的那个慈光可以让那个伤害全部都掉啊，就掉落啊，伤不到他啊。为什么？伤害都是自己伤害自己的，我们别人伤害不到你的啊。就是他那个嗔恨心呢是他伤害他自己，但是他那个嗔心可以引发你的嗔恨心。如果你的嗔恨心不被他引发出来，你就伤害不到自己，你就不会死了。所以说还是自己伤的自己啊，是因为你自己有毒啊，所以说他才能毒到你。其实你要是心里面没有毒，你的八识田里没有这个种子，你他怎么咬你也不会死的，伤不到你的。他那个毒并不是真的有毒啊，是你心里面有毒，所以他咬完你以后，他那个所谓的毒液是在你的八十天里面有这个业种这种种子，他就所谓的伤害到你了，是吧？所以说还是你自己把自己毒死的。搞懂了没有啊？啊，从唯识的角度来说，就是都是你自己把自己毒死的，你把自己给害死的啊。别人对方是害不到你的，他不管有多强大的嗔恨，只要你没有嗔恨心，他就无他一丝一毫都伤害不到你，知道吗？听懂了没有？所以你要记住啊！但我们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忏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肯定会也有嗔恨，他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嗔恨心会被他激发出来，所以这个当他嗔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猛烈的忏悔，减少你自己的那种伤害。啊，当他嗔恨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要猛烈的忏悔，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嗔恨心，然后让我们没有伤到自己。啊，你想不让他，啊，你想不伤害到自己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猛烈的忏悔和发菩提心，特别是发菩提心，对吧？啊，他伤害你，你就猛烈的发菩提心，啊，对他回向给他，哎，就没事。他就伤不到你，因为你就没有伤到自己啊，不是他伤害你，就是说你就没伤不到自己了。你的菩提心把你的嗔恨心给熄灭啊，一点都没有翻出来，就是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你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修行是这样修的，是吧？你不仅没有受到伤害，说不定你还能够转化它。但你的那个慈悲心够强大的时候啊，它不仅没有烧到你，就像那火一样的，它不仅没烧到你，你的水还可以把它的火都灭了，不光把自己心中的火灭了，你还把它的火都可以灭掉，那就该得把它感转化了，是吧？所以你看你的力量了，你首先要把自己心中的火给灭了啊，它的火，它就像一个火啊，火种一样的，那你心里面有汽油，那它一下就把你点燃了，是不是啊？是我们心中有那个汽油，那我们首先要有一种化学物质把这个汽油给转化了，或者啊用菩提心的水啊，或者什么东西把你心中的这个汽油啊给它灭了，给它盖住了，哎，它点不着，然后呢还要把它的火也给灭了，那你是菩萨，那你是大菩萨啊，你修行的功夫。你的修行功夫可以做得到啊，佛陀就可以做得到啊。当然对方也得有善根，如果一点善根的话你也灭不掉他。所以说为你能灭掉他呢，你的慈悲心过去了以后，因为他那个慈悲心的种子被你激发出来，他自己把自己的火灭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他一点善根都没有，那你就没办法，你佛也没办法，是吧？你们听懂了没有？所以说你看你要感化他，还是他要有善根的啊，他要伤害你呢，是因为你有菩提心的话，你才能不会伤害到自己，是吧？你看，从一切唯心造的角度来说，就是一切都是自作自受，那修行呢，就是自己的事，啊，别人伤害你，是伤害不到的。代表你说他砍你一刀，你觉得痛，那痛是因为你自己有恶的种子啊，你有杀业才会痛啊，你要是没有了杀业，不会痛的，一点都不会痛。痛是因为你有恶，你过去的业，过去的恶业让你痛，不是他让你痛的，
你看这个唯识学明白了以后非常有意思的，那多清爽，真的。所以说仁者无敌嘛，没有敌，这多好，没有人能伤害到你啊！你所以说成佛了以后任何魔都伤害不到他，为什么？他不可能伤害到他，因为 你心中充满了菩提心和慈悲心的智慧啊，他怎么伤害得到啊？因为他伤害的必须通过你心中的恶业种子才能伤害到你自己的，你要是心中没有这个恶习种子，他无法伤害啊，因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他怎么伤害啊？啊，一切万法都是空的吗？那你心中没有这个恶习种子，他怎么伤害得到呢？伤害不到的啊。所以你听明白了，这个就太有意思了。这所以说这个智慧是最有意思的哈，最有智慧啊。你看这个菩提心呢，把这个智慧放进去以后，那就是太好，太殊胜了啊。你刚才说他是用注视那群孩子就可以杀死他们，是吧？你看，不是他杀死他们，是让孩子自己就能被杀，他自己心中的恶念就会杀死自己，但他让自己的心充满了慈悲。你看，这个孩子们呢，打他是用嗔恨心打他，但是他心中充满了慈悲，虽然身体被打坏了，但是他并不痛苦。啊，如果有恶业的话，他可能身体只是有点身体上有一点点疼痛，但是呢，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痛苦，啊，没有任何的嗔恨，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也没有任何的嗔恨，和恼怒，并在死的时候还发愿，未来能够记此的因缘呢，来利益他们。啊，你看这样子啊，有人是被打死的时候，还要想着，哦，我要借着这个因缘，未来我要利益他们。啊，你看，这菩萨是这样子的，菩萨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怎么可能做得到啊？啊，有大慈悲心和大智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个都是登了地的菩萨，登地菩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登地的菩萨有大智慧、大慈悲啊，就是可以做到。不论其他人如何伤害你，总是祈愿一切众生的痛苦都由你来承受，而不是由众生来承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相对的菩提心呢，有些时候啊，就是还是不彻底，对吧？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就好办了。你要发愿，你将永远能够服侍众生，希望他们的心永远喜乐。就是说，虽然众生呢，就是说没有善根，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跟他的因缘，跟他同事，慢慢的教他善根，善根是可以给他帮助他种的，是吧？当他痛苦的时候，你帮助他布施，哎，然后他就对你感恩你，然后你就教他相信因果呀，就给他种善根，是吧？菩萨就是让众生去种善根，啊，然后呢，增长他的善根，啊，增长他的慈悲心，啊，增长他的这种业果，这种正因果正见，慢慢的呢，在以后再遇到他的时候呢，即使他还有恶业，但是呢，因为他有善根的缘故，你就能感化他。你就能摄受他，啊，那菩萨是这样子的啊，菩萨真的利益众生啊，因为他知道众生伤害不到他，啊，众生的伤害恶呢，都是他自己在伤害自己，所以说呢，你看你那个时候就，你就像一个佛一样啊，你已经成佛了一样，你不会受到任何众生的伤害，伤害不到你的，啊，在你成佛的时候，啊，就是众生伤害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没有了恶呀，你知道怎么伤害，是吧？不可能被伤害。现在我们之所以会被伤害，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恶，还有恶业，啊，还有恶业，所以我们肯定会被伤害到。这个业会让我们生气的啊，让我们
起嗔心啊，果报啊，会受果报的。有些果报呢，就是你这个非常微细的念头都有的啊。这一切果报都会起，都是因为起心动念了以后，第八识力的种子掉出来以后，这是非常微细，但是你意识不到的。其实我们动了念头，我们都很多都意识不到。啊，我们自己生了起了念头，然后伤害了自己，我们意识不到。啊，我们造了业，我们也意识不到。凡夫的心太粗了。啊，我们每天都在造业，都不意识不到，就是啊，很多微细的业啊，我们意识不到的。在这个登地的菩萨就可以观照得到啊，所谓的意识就是观照了啊，我们观不到，但菩萨能观得到。我们总是祈愿一切众生的痛苦啊，我们自己来帮助他们啊，来帮助他们。所谓的承担就是帮助。你要发愿，你将永远的这个去扶持众生。如同你在修持上师相应法的时候，你观想上师在你的头顶上，在此呢，你要以一切有情众生为观修的对象。啊，一切有情众生为观修的对象，仿佛把他们背负在你的头上一般，并且祈愿能够驱除他们的痛苦，为他们带来快乐。如我们所了解的，献给诸佛最大的供养莫过于此啦。啊，献给众佛陀呀，最大的供养莫过于是这样子发，啊，就是利益众生，把众生的一切痛苦都驱除啊，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这是给佛诸佛最大的供养。对伤害你的人升起慈悲，使清净障碍，利益嗔恨，发展正面本质的有效方法。你看，对他升起慈悲呀。对一个伤害你的人升起慈悲啊，是清净了自己的业障，是吧？发展了你自己正面的这种啊，正面的这种能量，也可以说啊，你看这多好啊！啊，就是增长了你的菩提心，也可以说哈、啊。所以说呢，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对伤害我的人，我升起慈悲，是我自己是不是吃亏了啊？是不是啊？你看。你现在可能要一定要搞清楚哈，没有吃亏呀、啊，一点亏都没有吃啊。你对这个伤害你的人升起慈悲，真正的受益的人是你自己呀、啊。当然，对方也会受益嘛，因为你对他升起慈悲了，他伤害你，是吧？你不伤害他，是吧？你那反而是以德报怨，那当然了，最受益的是你自己呀、啊，其次才是他呀、啊。是不是就像念经一样的，那佛陀不是说了吗，你念地藏经是吧，你回向给别人，那你受益的是你是得六分，他得一分，是吧？是不是这样说的？是吧？一样的。我们修一切法利益众生的法，就是你得六分，他得一分啊。你帮助他，他可能能得到一分都不错了。他能得到一分是因为他是你老妈。啊，或者他有点善根，如果他一点善根都没有，他一点都得不到，是不是啊？他没有这个碗呢，他怎么接得到这个水呢？他一个破碗都没有，是吧？嗯，所以说甘露就是他接受不到啊，你的甘露滴过去就是火焰，一下就干了，什么也撑不到啊，没有清凉的感受，因为他的火太大，甘露倒过去全部都化成烟了。啊，没有完，沉不到你的甘露。所以说呢，当你的慈悲心呢，是利益伤害你的人的时候呢，真正的清净的是你自己的业障，是吧？是清除你自己的业障，你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你没有吃亏啊，啊，你是在消除自己的业障啊，啊，增长自己的善根。事实上呢，这个方法是如此的有效，是使得那个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带你在菩萨道上前进，是不是？你看伤害你的人事实上是来成就你的菩萨道的呢，因为他伤害你，你就对他修慈悲心呢，是吧？就把你的这个那种嗔恨心呢，嗔业习种子都给去掉了，
实际上他是真的在帮助你，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但是你不能想哈，那正好你们都伤害我吧，啊，那你不是害众生是吧？这样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啊！你说为了让我快点成佛，你们都来伤害我吧，啊，那你们在地狱里多待会啊！这你看这自私的人就这么想的，我们不能这样子想的啊！我们要感恩他，感恩他啊！他伤害我们的这是一种因缘，这是缘起啊！所以说佛菩萨叫随缘，你不能发愿让众生来伤害你啊！这种发这种愿不能发的，这种愿你等于是伤，你等于是起恶念是吧？这是一种恶念，这不是什么善念啊！啊，众生伤害你的这是一种缘起因缘啊，但我们啊不反对，也不嗔恨，就是没有贪，也不贪着啊，不需求，也不需求这种伤害，但是也不拒绝这种伤害，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感恩他啊，就是他伤害我们，我们发愿，我们要发愿帮助他，借此因缘啊，我们要帮助他，以后有因缘的成熟的时候，能够帮助他啊。能够提升啊，成就他的修行啊，引导他前进，这样子的哈，因为他成就了你的前进步嘛，当然你最后你还是要成就他一样的啊，这也是一种因果。这里说我皈依任何伤害我的人，因为他是我所有安乐的来源。这个皈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个就是以拜倒他脚下，不是这意思哈。就是依呢，就是说因为他伤害我们呢，我们跟他是这个关系是脱离不开的啊，皈依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要保持这种关系，依靠嘛，依止哈。刚开始把它付诸实修似乎有点困难，然而拥有一颗真正善良的心，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用你的心去承担伤害你的人的所有的痛苦，你愿意承担啊？因为当你的慈悲心够的时候呢，你会伤害你的，它是等于是让你成长了，是吧？那你当然了，你要反过来也是一样，要帮助他。然后怀着大悲，把你的快乐送给那个人。这就像一棵树，菩萨呢就像一棵树啊，这个众生呢，他给你大小便，正好呢让你成长，你长出了果实，我们还给他果实，对吧？你看他给我们大便是吧，倒在你身上，你看你正好成长，对吧？开花结果了，那等果了，都是我们把果给他。让他吃你的果啊，吃你的这个苹果。当然我们不给他大便，是不是？我们给他果实，这就不一样了啊。当然他也会有给他大便的众生，不是我们菩萨的就给他果实啊，让他成长，给他种子，对吧？给他什么种子啊？菩提种子，我们长出那个菩提的种子，果实里面有菩提的种子，给他一颗，是吧？在其他的众生再给他一些大便，他就长出来了，对，他也长出菩提树来了，是不是啊？怀着大悲啊，把你的快乐送给那个人，
快乐就是把你的这个长了菩提种子它吃完了果实以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吧，就是菩提种。你也可以用相同的态度供养水石子或施行火供。如果你有很好的菩提心和慈悲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供养，像是供这个水啊也是的啊。我们这个供水啊其实就是就是让众生让有缘的众生能够吃到啊，你们供的时候是吧，不光是供佛菩萨，主要还是让那些有缘的鬼道的众生能够吃到。火供呢也是让那些那个鬼道的众生能够享用到火供啊，火供的烧的那些吃的东西啊，那些烟供也就是烟供火供，它都是供养这个法界的这个众生法界有些众生它是可以吃得到的，可以享用得到享用到了它就很高兴是吧。那我们可能理解不了这些烧的东西它怎么吃得到还是吃得到的，靠这个香啊。你看我们人那个厨师，你们看看那个厨师啊，炒饭炒菜的哈，他光炒他就炒完了他就吃饱了，他就那个香气他熏饱了，是不是这样？做饭的人呢他一般都比较胖，他就被那个熏着，把那个熏胖的啊。那个炒菜的那个这个就是火供啊，厨师是被这个火供给熏胖的啊。你们有没有体会啊？你要是做一天的饭你就饱了，你根本就不用吃，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厨师这个厨师就很丰富的这样的经验啊，厨师一般都是被熏胖的，就是火供给他供胖了啊。这个可以吃得到啊，它就通过鼻子嘛吸进去，然后养分呢通过肺可以吸收。你看那个人家说这个以为营养都是因为肠子吸收的，不是的，你们知道吗？那个肺跟肠子是一个体系的，你们听懂了没有？知不知道中医里面认为这个肺啊和小肠啊它是属于一个体系的，都是吸收养料的，他们是属于同一个体系的是吧，一个脏一个腑，他们都是吸收养料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可以熏胖呢？它吸进去都肺也可以吸收养料，不一定要通过小肠。所以香气啊，这个香气是可以养人的，光是香气了它那个这个叫火供啊，这个很多这个众生呢通过火供是可以吃得到的。因为他已经吃不到了我们的食物啊，是吧，那鬼神界的众生他只有通过这个吸闻这个香才能够吸收到养料啊，他吃东西他没办法吃了，他没有身体了。观想把你的身体布施出去，作为献给三宝的供养，献给护法的礼物，送给有情众生的正理，以及偿还冤亲债主的业债。这个很好，这句话啊，观想啊，把身体布施出去啊，当然除了身体以外，还有一切你所认为你拥有的东西都可以做这样的布施，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拿来布施。供养给三宝，不是供养献给护法，献给有情众生，还有偿还冤亲债主的业债。对于从事这些修行法门而言，拥有一个修持四无量的稳定基础是很重要的。这个四无量分别是无量慈，希望所有的众生拥有快乐的愿望；无量悲，希望所有的众生远离痛苦的愿望；无量喜，希望所有的已经拥有快乐的众生其快乐能够维持增长；无量舍，认为认清一切众生都值得享有同等的慈悲一喜，不因为你与众生之间好坏或不存在的关系而有多少的差异，就是平等啊，平等。
不贪爱亲友啊，不憎恨怨敌，平等舍啊，平等舍。那么这个食无量心是很好，它用很重要的。他这里说了，要修这个，要修这种法门呢，要先修食无量心，观修食无量心。在早晨，你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承诺在一天当中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其他的众生，为一个众生带来就近之安乐，为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在傍晚，把你在白天积累的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啊，你看这样成就是很快的，密法呀，它为什么成就快啊？是因为有智慧，有甚深的智慧，还有很好的菩提心，他就知道啊，他会快速的啊成就。显教的菩萨呢，他就是通过利益众生哈，也在增长一些功德，但是他那个真的很慢啊。密法有窍诀，可以让你快速，因为修行是自己的事。虽然大乘佛教是要通过利益真实的利益众生来成就，但是呢，通过观修，通过很好的培养。这个比喻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小学毕业生，他就开始啊，开始为人民服务。但是呢，我们读到博士才出来为人民服务。虽然我们前期可能好像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啊，你做出来的事情呢，小学毕业生永远做不到，是不是啊？你利益到的众生呢，你对这个众生的贡献呢，反正你发明了一个是吧，电灯，你看这贡献多大。你看你小学毕业生，你永远都发明不了这样的东西，是吧？你最多就是多挑几担油送到庙里去，是吧？是吧？你自己弄点油，拼命的弄啊弄啊，弄了好多油，你送几吨、几万吨、多少吨送到庙里去，你也不如发明电灯来得快啊！你的功德多大，是吧？因为你有智慧啊，是吧？你发明了电灯，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受益了。这个就是密法了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个比喻就是说，你有了甚深的智慧和慈悲心呢，你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你的一个思想，一个教啊，要是你就能够利益到天下很无数的众生，那么呢你自己成就的更快啊。然后呢你自己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积累了这种强大的这种利益众生的能量和智慧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布施的时候，你有算人体空跟没有算人体空，那差了千百万倍的，就没有办法比了，不是千百万倍了，是吧？佛经里经常讲的，什么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是吧？什么弥陀沙分也不及一，这样就是那样的，不可比，是吧？因为你这个布施啊，算人体空和这个普通的布施的这种级别不是一个级别的，你没有办法比啊。所以你积累的那种资粮啊，福德资粮是不可比的，对吧？你怎么跟人家比啊？就是说你的那个布施堆得像天一样高，但是你还不如那个菩萨，那个有智慧的菩萨的那个一个念头，那么一转，他对众生的利益，还有他的成就的功德，你没办法比，因为他无我了，你能比吗？是吧？你怎么布施，你也没有无我的境界。他无我了，他怎么不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啊？特别是发菩提心以后，他有那个大菩提心的时候，他这个他积累的一点小小的善根啊，都比你布施天下所有的人这个功德要大无数万亿倍，没办法比，就是啊。所以说具足了菩提心以后啊，真实的菩提心，那你所做的一个很小的这个布施啊，成就的功德都是无数万亿，没有办法比，因为他没有穷尽。啊，不可比啊！所以说，你看，所以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先把菩提心先修出来啊！你没修出来，你就去做事啊，去做啊，那你效率太低了，是吧？就太差了。所以说，这个前期的这个，师父为什么在这里天天讲课呀？就是培养你，给你们熏习这个东西啊。让你们变得不一样啊！
你们出去做一个很小的善事都能够啊功德的无量无边。啊，没办法比的，你出去以后你下面你用在师父的这种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还说引导下，你要是能够真的依教奉行的话啊，你三年走出去哦，你就发现哦，哎，真的是他们外面没有办法比的，他们差得太远了，他们没有师父教的就很可怜的啊，他们积累一点善根都是非常困难的啊，好不容易积累一点善根，过两天又被自己的这个嗔恨心给毁光了啊。啊，一个恶念回的精光啊，其实做一下无用功。那世间的人呢，当然拼命的干啊，拼命的做，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自己的心呢没有降服好，就做无用功啊，反反复复。我们不要做无用功啊，我们一定要做就做好啊，要不就别做，你开始还别急着去做。是不是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搞啊，就是发清楚了啊，想明白了再去做事情，就不会做无用功啊。啊，发心回向，一定要回向到位。啊，这个师父天天都在教，但是呢，你们真的要去做啊，做到啊，不可思议啊。有些时候也不得不用这种比较的办法让你来激发你的这种这种善精进啊，激发你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动力。这里说了，你看在傍晚把你在白天积累的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啊，就是这个菩提心呢，要回向，一定要做好这个回向啊，就是一切一切的都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啊成就佛果，不求丝毫的回报。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伤害你，那么立下愿望，希望他们离于所有的嗔恨和恶念恶意，愿他们所有的良善的愿望都得以实现。有人试图伤害你啊，你还希望他们良善的愿望能够实现啊，希望他们的恶念和嗔恨呢能够啊。能够消除，完全用真正的慈悲心来啊来做这种回向啊，或者善待他啊，就是善待一切伤害你的人。其实呢，我们并不吃亏啊，我们是真正的啊，就是消除自己内心的业障。这样做并不是在所以说。好像我们吃亏一样的啊，是真正受益的，最受益的是你自己，当然其次才是他，当然他也受益了啊，因为你这样对待他，他肯定也会受益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六，你得六分，他得一分一样，你看你帮助一切伤害你的众生，你得到了六分，他得到一分就不错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真正受益的你自己成就啊。所以说我们从今以后要感恩一切伤害我们的人啊，发愿望啊，希望他们也离嗔恨和恶念，希望他们不要伤害自己。你看到一个人拿个刀自己往自己身上戳，你肯定是去帮他抢他的刀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事实上天天看着众生伤害自己，我们不帮助他们，是不是啊？那你是不是个恶人？啊，我们看到别人伤害自己的时候，我们还幸灾乐祸，这就是众生。你看敌人伤害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幸灾乐祸啊？你还挺高兴，还偷偷的笑啊，回去再喝点酒庆祝一下。众生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呢不能这样的啊！众生拿刀在戳自己的时候，你还不去抢他的刀啊？你至少也得是吧？想想办法，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戳自己啊！众生在伤害自己啊，他是拼命的伤害自己啊，那你还不想办法是吧？我们看到有人自杀，我们都想救他是吧？但世间人你看都这样，看到有人自杀都知道报警了，警察来劝他啊，
但是我们天天的世界上充满了无数这样的情况，就是看到众生伤害自己，我们天天高兴我们高兴的要命，是吧？这是众生愚痴啊。表面上看到众生，你看有人自杀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帮助他，或者有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是吧？有人摔倒啦，或者有人生病啦，我们都愿意帮他一下。但是呢，一个众生在起嗔恨心，是吧，在伤害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不愿意帮助他，还恨他，是吧？就等于他在害他的自己呢，我们还讨厌他这个家伙，是吧？因为他害自己的时候可能也害到了别人，我们恨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吧，他这个吸毒啊，他这个毒喷出来的毒味让别人也吸到了，就像那个你讨厌吸烟的人一样，是吧？那个吸烟的人是首先是他自己受到伤害，但是他喷出来的烟呢也让周围的人也受到了伤害，所以你就恨他你也讨厌他我们不能恨他我们劝他别吸不要吸了，是吧？劝不了，有时候劝不了就给他绑到吸毒所去，所以说这个善巧方法就慢慢就得用刚开始的时候要真正改变你的态度是困难的，是吧？你看我们要改变原来的那种凡夫的心态是困难的，但如果你了解修心背后的意义你知道了师父讲的你看背后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哎呀，你会持续努力的去应用这个修行的方法门，你会发现它能够帮助你度过每一个困境，如同一台设计良好的车辆，能够轻易迅速的行驶于任何路程这个修行真的很有意思不要怕苦任何苦都是你自己的业痛苦都要满心欢喜的接受，好好的忏悔好好的发心。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发心，发菩提心愿天下所有的众生的痛苦呢同样的痛苦我来帮助他们解除发愿尽未来际帮助一切受苦的人，是吧？当你自己受苦的时候你这样发愿就可以了。但藏传佛教的发愿，他有些发愿是说那他们现在的痛苦我来承受，我觉得这样的发愿还是不如像这样的话好像有点违背因果，是吧？就是说你发愿就是说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发愿我要尽未来际帮助所有正在受同样痛苦的人，是吧？这样的发愿就跟他那个发愿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说现在你就来承受所有众生的痛苦，他的痛苦不可能到你身上。就说你尽未来际帮助他们解除痛苦，这个尽未来际就是没有穷尽的天下，并且帮助所有的众生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解除痛苦。当你自己在受苦的时候，就马上发这样的愿，这个愿就发的有道理，是吧？那这样的比较符合因果的道理没有违背因果。我觉得这样发愿就是更有智慧，就是说更符合这个情理，是吧？你说你现在就是天下的众生所有的痛苦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加到你一个人身上，你也受不了并且也过不来是不是？还是你自己的业嘛，他怎么能加过来呢？但是我们可以发愿尽未来际帮助帮助一切这个正在受苦或者未来要受同样痛苦的众生，帮助他们解除。这样的发愿就是对的当你受苦的时候就这样发愿不管你受什么病痛如何把苦用于修道？将来有人即时斩下我的头，即时呢
我没有丝毫的过错啊，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重要的是，不论某个人即将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即使是要斩下你的头颅或带来其他可怕的痛苦，你一定要记得，这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在一个前世，你必定对其他的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切勿愤怒，让你的仇敌去做任何能够令他心满意足的事情，对你的仇敌充满了慈悲。中正八成说，如果某个人把我碎尸万段，愿我没有丝毫的怨恨，愿恼怒使立刻披上忍辱的铠甲。菩萨试着给予帮协助和利益，和利益来回应所有的伤害。如果你看见某个人正在做一些负面的事情，那么思量他正在为自己积累的痛苦祈愿他负面行为的业果，由你来承担他的业果，就是你来帮助他解除啊，使他免于堕入下三恶道，并且把你的行善业果回向给他。刚才也说过了，你斩下我的头，那有没有我呢？是吧？那你没有我的时候，管他谁的头呢？是吧？斩下了，当你不执着，当你破除我执的时候，砍下的就不是你的头啦。这是一个因果啊，一个缘起法而已啊。啊，没有了，那个头就是砍下来了，那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的哈？他伤不到你的。他砍下的你头，事实上是伤害了到了你的恶业，伤害到了你的杀业，你过去的杀业被消除了，这个业倒是减少了啊，头没了没关系，是吧？再长一个。如果修行也有助于根除一个真实存在的自我的信念。如果你呢能够先观修这个无我的信念，无我的话，那么呢这修起来，这前面的这些修这个这观修呢就毫不费力，是吧？他砍下我的头颅呢我透过悲心你看，把你的头砍下来，你还能担负他的恶业，你看你没头了还能担负他的恶业吗？说明头是可以再长的嘛，对吧？你要是没头，你怎么担负他的恶业？这刚才念的是不是？他斩下你的头，正好把你的我给斩断了嘛，是吧？把你的我执给破除了嘛，这不是很好吗？斩下你的头，正好断了你的我执，啊。因为终究来说，你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某些残酷无情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某些凶残掠夺的人，或者铁石心肠的竞争对手，这些人不断的骚扰你，夺走你的一切。现在的末法时代呢，就是很可怕，这个骚扰啊，有些人被骚扰了呢，他呢他就是很不服气啊，反正他还是这个抗议，然后我记得好像那天网上看到的哈，他在自己身上写一个大字，写两个大字，写上一句话的，挂在身上，挂穿这个衣服哈，就是我可以烧，但是你不可以扰，你说能做到吗？不可能。那你烧，你不穿衣服跑街上去，人家不饶你才怪呢。他还说的还很得意哈，这就是业，这是魔鬼啊，这是。所以说呢，这个你被骚扰了，其实还是你自己骚。那正好那个道长去那个拜迪拜是吧？回来他就说。阿拉伯的女人全部都裹得严严的，是吧？过去啊，他
不光裹起来，但是脸上还挡一个纱，是吧？连脸上前面都还挡上，脸都挡上，不看不见的。现在不挡脸了哈，现在就是戴墨镜吗？这是什么？你看人家为什么都裹起来？那下课的时候，人家还有人找我，但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没有呢？中国古代的人都是穿的衣服的话，那袖子都老长一尺哈，都比手都看不见的。中国的古人也是，其实那些有钱人出去，他都不能让人看见的，是吧？这脸都要挡住，坐在轿子里面，只能从那个缝里面往外看啊，看不到他呢。去的那我们上次到苏州去，那个小姐都是养在楼上的，不能出门的。14岁以后就不能出大门都不能出，14、15岁以后就不让出门了，只能在她的闺房里面，只有出嫁以后才行。哎呀，太可怜了女人啊！难怪女人这目光短浅，这不是养在闺楼里面，你说她能目光长远吗？这养鸟一样养的。啊，到时候就嫁出去，然后呢，给人家生孩子。你们要真的要喊毛主席万岁啊！毛主席把女人解放了哈，不过女人解放了以后也，她就爬到男人头上去了，也麻烦。过去的女人很苦的，现在的女人真的是，相对来说是太幸福了，平等了哈，变得平等。所以毛主席还是功德很大呀。解放，这至少解放了一半人了。另一半的你也斗去吧哈，那就斗吧。这解放一半人，也不错。虽然没有解放了啊，没有解放全世界，但是他解放了一半人了。但是这个时代也好修行哈。这个时代呢，就是，修这个断这个欲望啊，就是也好修行。但你要真想修行的话，也能够，反而是有很好的，是吧？就像他烧嘛，他烧扰你，你正好修行，是吧？你快速的断欲啊。这里说这些人不断的骚扰你，夺走你的一切，会用法律诉讼来威胁你。但你应该要明白，你真正的敌人是你相信有一个自我。是因为你执着有一个自我呀，这是你真正的敌人呢。有一个很久的自我的想法，让你在过去无数个生世之中无助地在轮回的下三恶道中流浪。此时此刻，正是这个想法阻止你去让自己和他人从轮回中解脱。如果能够放下那个我的念头，你会发现让自己解脱是容易的，去解脱他人也是容易的。哎呀，我觉得我跟这个上司很相应了哈，你看我刚讲完他也这么讲了，很相应，上司相应法还行啊。如果今天你克服有一个真正存在的自我的信念，你今天将获知正悟。如果你明天克服这个信念，明天就会获得正悟。但如果永远没有克服这个信念，你将永远无法获得真悟。这个我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感受，一个念头，天生不具有任何的实体，不具有任何的形状和颜色。举例来说，当强烈的憎恨感受在心中升起的时候，你想去打斗或者去毁灭某个人，那么是这个憎恨的念头握着武器吗？他能够率领一支军队吗？他能够像火焰一样烧伤任何人，像石头一样压垮他们，或者像一条猛烈的湍急的河流把他们带走吗？不能啊，就是不能的。如同其他的念头或感受，嗔恨不具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无法在你的身与意的任何部位找到。它如虚空中的风，以其让狂野的念头决定你的行为，不如去检视它的本具的空性。举例来说，你或许发现自己突然和某个你认为会伤害你的人面对面，一种强烈的恐惧因此升起。一旦你了解那个人对你只有
良善的意图，你的恐惧就会消失，它只是一个念头。同样的，即使你花了许多事生生世世的时间来相信这个我是真实的，但一旦你了解这个我本来没有本具的存在，你的信念就会轻易的消失。如果你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本质，这个我的想法就具有左右你的力量。没有一个自我存在的信念，嗔恨、贪欲、恐惧等情绪就无法再升起，检视伤害的本质，它是无法抓取的，如同在水面上画画一般。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一点，嗔恨会自行消失。一旦念头的巨浪平息，一切都变得如虚空一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没有什么可以获得。很好啊！今天呢，讲这个菩萨的修行呢，就是怎么样修安忍啊？从定国清净上师呢，他是讲了两个层次。他第一个偈颂主要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的，第二个偈颂呢，就是破我就无我正见来说的他是这样讲的：修安忍呢，第一个是用因果正见，第二个是用无我正见。来对峙自己的这个。那师父今天呢，一开始呢就用唯识的角度来破这个我执了，是吧？用唯识的角度来教你修安忍啊。第二个呢，用了无我的正见来教你破我执，这两个都用了当然因果也包含在里面了。师父呢多加了一点唯识的思想在里面让你更了解的更清楚。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